不一样的拈花野草体验，释放生活中的乐与怒。英国巴哈伊斯38种花精心灵疗愈系统。Crab apple 野生酸苹果是一个呢好适合俾长期系病患嘅朋友呢系考虑下去用嘅。咁基本上边呢野生酸苹果呢系有一个净化血液嘅作用。咁如果我哋真系长期系唔舒服卧病在床嘅时候呢，喺心灵上边呢会觉得呢自己身体呢唔系好干净啦，总有一啲即系疾病嘅感染嘅。咁如果我哋呢可以系在我們的飲品裡面加一些野生酸蘋果 crab apple 下去，就是令到我們自己呢是覺得呢身體裡面呢是可以，就是可以清潔一些的。尤其是有對於有一些朋友，如果對於自己的外形的外表呢不滿意，覺得自己不漂亮、或者覺得呢自己呢不是很吸引人的話呢，在這種這樣的心情都適合用的。